朋友们大家好，刚买了一斤我家女儿最爱吃的鲜虾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份开胃的茄子大虾来吃吃。那买回来的鲜虾，我先把它的脚给它剪一下，头部也要给它剪一下，剪到这虾尾这里啊，虾尾把虾线一起扯出来，用清水给它冲一冲。那接着我们直接在它肚子这里啊给它剪开，等一下方便它入味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虾头虾脚和虾线我们一定要给它处理干净一些。这大虾处理干净后，我们先拿厨房用纸把它的水分给吸一吸，再来调味腌制。吸干水分后，我们准备一个小一点的柠檬啊，给它挤点柠檬汁进去，可以增加它的酸度，而且可以去腥。闻到这柠檬的味道，肚子都饿了三分。好，接着给它整点胡椒粉，再调少许的盐，给它翻拌一下，拌均匀。充分拌均匀后放一边，先给它静置10分钟。切上少许的葱白，喜欢蒜味的大家可以抹点蒜末啊。白糖和番茄酱各准备30克，这个量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家口味来啊。把锅烧热，先给它淋上点油，来把这个鲜虾给它放进去煎香。这个鲜虾我们要给它煎透一点，把它外壳给它煎至酥脆，两面都要煎啊。那香味上来了，一面已经煎好了，给它反过另一面来煎，不要把它煎糊了啊。好，两面都煎得差不多了，先把这个葱白给它放进去，再淋上少许的料酒，稍稍给它翻炒一下。接着放入这个番茄酱，同样的给它翻炒均匀，淋上少许的清水，这个水量不要多，再把这个白糖给它倒进去，给它焖煮个2分钟，让它番茄和糖的味道全部渗透到里面去。最后我们用大火来给它收汁，把这汁水给它收浓一些啊，收成这样就差不多了，非常的有食欲啊。好，关火出锅，一份开胃的茄子焖大虾就做好了，微酸微甜还带点咸哦，每次做它孩子们饭都要吃多半碗啊，喜欢的朋友一起来试试吧。